在这里，我们来介绍一个排容的原理。那么的话呢，首先在介绍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符号。符号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是，如果说的话呢，集合在几率里面来说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常常用一个一个图形的话呢来表达，会比较容易了解。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，如果说的话呢，中间的话呢。 这个的话呢，A 这是一个 A 集合，这是一个 B 集合，那么中间的交集的部分，我们的话呢，交集的部分，我们的话呢，必须要了解的话呢，是这是这个符号叫做交集 （intersection）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相当于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是且的意思。如果说是连级呢，连级的话呢是 union，所谓的 A，这个的话呢。 A 跟 B 的话呢，通通都包含进去的，我们称为或，必须要先知道。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，让同学的话呢会比较容易了解了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假设盒子里面有一百颗球，然后它的那个号码的话呢，全部都标好了，都是一号到一百号。那么我们现在随机抽一颗球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题目。 a 球号是二的倍数的几率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知道几率的话呢是怎么算的？来，几率的话呢是所有的可能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看抽一颗球，我们这里面的样本空间的数字是有一百个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事件是二的倍数。 二的倍数的话呢，一共有几个呢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一直到一百，一共是有多少个呢？有五十个。所以，A 小题是二分之一，2, 这个是一个很轻易的，我们就可以解答的问题。再来看五的倍数，那么 B 小题五的倍数，那么也是一样的容易。总共的话呢，我们是抽了有一百个选择。 那我们抽的话呢是五十、十五、二十，那么总共的话呢有多少个选择呢？我们有二十个选择。好，现在的话呢问题来了，C 二且五的倍数。那各位同学要知道，我们又是二的倍数，又是五的倍数，它其实就是十的倍数。所以的话呢第三个也不算难，十的倍数有十。 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一共有几个呢？C 小题，这是一百分之，总共几个呢？十个。重点在第四题，排容原理的话呢，是这么说的：二或五。那各位同学看这个图，这是二的倍数，这是五的倍数。那么我们这个答案是。 这个加这个吗？A 跟 B 吗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 A 的加上 B 的，我们的话呢就会中间的这一块我们会多算了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是这么说了，二或五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是这样写，几率 A 事件或者是 B，那么要怎么算呢？ 我们的算法是等于 P A A 的再加上 B 的中间的话呢，多算了一次是中间的这一块，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呢？减掉 P A 交集 B A 交集 B 的话呢，就是所谓的 A 且 B。 这两个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的话呢，a 加 b 算了以后的话，中间多算了一次，所以第一小题要怎么算呢？是 a 答的答案加 b 的答案。第一个答案是 pa 是多少呢？pa 是二分之一，b 的答案是五的倍数是，是五分之一。 不可以直接加，因为我们多算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还要扣掉多少呢？十分之一。第一小题的话呢，答案的话呢是要这样算。那应用在排溶原理，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也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是三个的话，那么就是 P A 加 P B 加 P C 中间的话呢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可以去想一下。那么排溶原理的话呢，这个简单的例题我们就大概说到这边。